之前的那个介意，是我太草率了。不是的，存在的。你对爷爷的感情，就像我对我爸爸的感情是一样的，所以谢谢你帮我找回我和爸爸的回忆。不必客气。外套还你。谢谢。我现在需要去洗澡。张老师，你为什么帮我这么多？张老师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你值得呀。我愿意和你一起完成爷爷的愿望，我答应你的心愿。